那我们要不要赶快来问看第一个问题？ OK，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，其实刚刚如果有在看这个后面的音乐录影带的这个观众朋友们，应该都要仔细的听好了，我们请 Sam 来问我们。好，来 Sam 第一题，问一下，那 MV 里面女主角和 FS 一起吃的零食是什么？对，很简单吧？我们要请这个呼应来为我们选人了，好不 好？选一位最幸运。还有谁要的吗？很简单，来呼应去选的。对，请问。请问迷你可乐果有几种口味？其中有三种口味哈，有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是哪三种口味？哇，哪一位？那一位吧。三位女几种口味？几种口味？迷你可乐果几种口味？就是你。然后呢？还有？差一个，就要一个。是 Barbie。好，你再说一次，三种口味：巧克力、咖喱、barbecue。答对了，来，老板，请你往我们台前方请来。好 ，OK。最后的一个问题，最后题，阿关来出啊，阿关来出。阿关来出，然后第三题，请问在 MV 当中呢，逆光的女主角最后呢送给男主角 Sam 什么礼物？一起，一二三，我觉得那个男生啊，对，戴眼镜的那位是不是？来，送了什么礼物？什么可乐果？迷你可乐果耶！答对喽！来，速台上请。好，那呢，我们这个呢，今天每一位幸运得奖的朋友都可以得到一箱迷你可乐果，还有呢，由福音年岁的亲自签名的单曲，还有呢一个拍照的机会。好，接下来一组一组的拍照。OK， 来第一位，来第一位穿白色衣服的这位同学，来往前一步。好，往前一步，握个手，谢谢，请从这福音年岁手上的接过我们的礼物，恭喜一整箱联华食品迷你可乐果以及我们的签名的单曲 CD。来，看正前方哦，看正前方。好，来，我好加好加啦，来颁奖一下，觉得福音年岁帅不帅？帅不帅？要不要帮他们加油一下，鼓励他们来台湾哦？第一次发展，第一次唱新歌，紧张哦，帮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要加油！谢谢，好，福音年岁的来颁发一整箱啊，迷你可乐果，还有签名的单曲，看一下我们前方的，看正前方哦，耶，一百。恭喜你！好，来，从福音 MC 手上呢接下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好吃的迷你可乐果，三种口味：巧克力、咖喱、barbecue。而且我们在今年的夏天呢，当然要所有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。谢谢。那问一下福音 MC 呢，要不要这个最后再利用机会来跟大家说说话，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音乐？大家好，我们是福音 MC。对，然后我来讲。所以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，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见到大家。而且如果你们要认得容易一点的话，记得头发上来就是我就是傅颖，然后头发下来的就是我，额头的是傅颖，另外一位就是 Sam。 对，就这样，所以希望这两个可爱大男生继续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傅颖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傅颖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麦克。